人物属性不佳，九尾冰狐2000，海豚恋人500，马400，鲨鱼1000，玉指扶阳200，龙宝400，龙宝染色300，猪猪小侠200，飞天猪猪200，粉红小驴200，七仔小驴200，神鹰小驴200，财源滚滚240，两个拓展行囊，法宝神器，神器的话12火，先加1500，然后它的三级白板加2级的火药，再加上一个1500，10个格子不加钱啊，锦衣青花瓷加以上一个6000啊，然后与九尾冰狐的搭配再加3000块钱，染色一套黑一套白再加2000块钱，360的啊知雪飞，1000的翻版，360的云龙梦，360的浪淘沙，其他锦衣的染色没给他加钱啊，法宝神器算过了，子女孩子的话是加100，武器的话10段宝石体魔双加，用476减去80，伤害396，体魔双加，这把武器的话能卖上一个900块钱，零式能卖上一个5500，这个零式的话能卖上一个300，这个零式的话能卖上一个300，这个零式的话能卖上一个4000。仓库积分没有清，八技能全红的胡不归，资质超级极限，技能幸运加强力有点极限，这只宝宝4000高不高，但是资质太好了啊，资质确实好，成长偏低，造型一般吧啊，造型胡不归也不能说一般啊，但是肯定没有鬼将和娃娃好，跟化魂差不多，57 57 57，三件宝宝装备都是150级别，450啊，电魂闪的宝宝单法内丹电魂闪，这只宝宝双资达标进阶110，这只宝宝能卖上个4000，最后个仓库啊，价值不菲，仓库没有清啊，还有10000的仙玉啊，来我们先挨个核实，先看仙玉是不是真的，点击传音，仙玉14000，真的。老王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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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兄弟们猜一猜这波估价能不能估准吧，猜对的小伙伴有机会抽中啊36大包小样酸辣粉啊，原价39.8块，在咱们直播间领取10块钱优券，29块8领取优券的方式加微信王亚涵707，这号很体面很高端，加450再加4000再加4000再加300再加300再加5500再加900再加100加360加360再加1360加5000再加6000再加1500再加1500加240加200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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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300再加400再加200再加1000再加400再加500再加2000再加上一个1600再加上一个80再加上一个150再加2700，这个号46220啊，46200。仙玉呢是不算的，仓库积分看不到也是不算的，这号估出来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啊兄弟们啊，不高，它有三属性的零式，我觉得不高啊，这个号的话有青花瓷加九尾冰狐，然后满神器带两个全红宝宝，两个双属性的零式，最终的价格呢啊是46200，允许有5%的误差，然后兄弟们根据我的表现呢猜测，50%的猜测我觉得准，49%的不准，这应该是50.5或者49.5，所以说加起来不是啊100%，很简单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实力。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，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，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，做你身边的萤火虫。如果一个玩游戏何必斤斤计较嘛？为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多花点钱怎么了，对不对？很正常。而且万一仓库真的没清呢？仙玉积分的钱那些赠品没加钱啊，老板购买的价格呢是51999，52000啊。
减去519999，差距的价格呢是5799除以519999原价，差距的价格11%，比咱们预估的贵了6%，所以说正确的选项呢是在其他啊。好了啊，拿走我们奖品的兄弟叫做憨仔啊，恭喜憨仔，身上有本高级神器、高级钝器、高级永恒、高级反击，八段的四孔武器我没看见啊，350专业武器，当然这个看见也估不准啊，行囊里东西我也不会看。好，来看一下仓库积分、副本积分，积分清没清啊，解锁都设置完了，三解锁，滑板算钱了吗？算了，经验没给他算啊。老王6400的成就加钱吗？不加钱啊，现在成就不加钱了，这除非就是高到区内有排行榜，因为成就就是5400以上你那些祥瑞都有了，就没有必要再刷成就，刷成就除非你高到啊没人那么高啊有点作用，否则的话基本就是买祥瑞用的，你该有的祥瑞都有了。好，仓库真的没清，就是没有极品而已。兄弟们，这一仓库的东西能卖上50块钱吗？5块钱那不可能，5块钱我收了。气血58不是伤害58，气血53不是伤害53，伤害真的有，但是是减二，气血49。我觉得卖家不是故意不清，是丢起来很累。哎，但是仓库真的有惊喜，这只宝宝是宝宝，兄弟们，6技能的吸血鬼加上一个须弥，怎么样？这个是野的须弥野生，兄弟们，这大力金刚拿一个须弥吸血鬼一合，那不得爆炸，那不得起飞呀！啊，为什么加个蓝色的时间锁呀？最后一个仓库没给你们看吗？还有啥要看的吗？副本积分有，来，咱们先把他的大力金刚